防毒软体大亨麦克菲终于在瓜地马拉被捕。自从啊他的邻居被杀后，这恶名昭彰的防毒软体大亨约翰麦克菲及他女友这对亡命鸳鸯呢，不断的躲贝里斯警方。即使警方只是要把麦克菲带来警局问话，这位偏执狂的百万富翁啊，试图变装并逃出贝里斯。麦克菲呢，逃到瓜地马拉，并躲在监狱处理数周。同时啊，还欲擒故纵的在网上宣传自己的生活，吊警察胃口，并还让记者来采访他。但麦克菲的行踪被爆出，是因一位 Vice 杂志的记者与他用 iPhone 合照，并还公开照片坐标。麦克菲啊，现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。你认为麦克菲是个杀人犯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呗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